赵红兵失去工作，他在想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和小季一起去经营废品回收站，还是自己承包一辆大巴跑运输，或者经营一个小杂货店？和当时被称为待业青年的那批年轻人一样，此时的红兵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些迷茫，他不知道自己将踏上一条什么样的路。爸，喂，怎么打算的？没想好呢。哦，银行那边，你如果想回去的话。我不想回去。哦，那个小申前几天来过电话了，他说过些日子从北京过来看你。真的？红兵，张玉，哎，红兵，还真是你！你啥时候复员回来的？回来你也不联系我？哎呀，我哪知道你回来了？哎，你不是上大学去了吗？咋毕业了？是啊，我分配回来了，现在在粮食局上班呢。哎，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这大学不是得四年吗？咋这么快呢？就我那点分儿，哎，能达到专科线就不错了，三年就毕业了。我也没回来多久，回来就好，好久没见了。哎，上我们家吃饭去啊，那天。好啊。红兵，哎，这个是我一兄弟，叫孙大伟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赵大哥你好。哎，叫红兵就行了。红兵哥。孙大伟是个无业游民，平时话特别多，大家都叫他孙大嘴巴。年轻人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当时的张悦、赵红兵都不会想到，这次久别之后的重逢彻底改变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。喂，啥时候到啊？好，等你了啊。哎，红兵，谁要来啊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这字儿可不见特别大啊！这我要是二两废了，你别说，我来了。这个是我战友，姓申，北京人，也是跟我一块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啊！得得得得得，您是我亲哥哥啊！哎，大家好啊啊！甭听红兵说那么邪乎啊，其实啊，我就是命大。好几回都走到鬼门关那儿了，阎王爷不收我呀。后来我一合计，这事有道理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阎王爷打了一招呼，告诉我千万别过去，省着烦他，他老人家吃不进饭去。来来来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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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呦，哥几个，对不住啊，来的匆忙，什么都没给你们带，是吧？啊，哎，对了。北京大前门，来来来来来，收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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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收拾收拾，客气啊，来，客气，来来来，尝尝北京烟。那个，我呢？这位兄弟咋称呼啊？咋称呼？反正我们班长是管他叫申爷。哎，别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千万别叫申爷啊！班长那是拿我当问的，一叫申爷不给我叫老了吗？小申啊，小申，好，你这一口金片子，干脆就叫小北京吧。成啊，哎，子，你们叫着顺口，我听着就他妈舒坦啊。称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现在能在一块儿喝酒了啊！来来，大爷，来来来，大爷，来。这给介绍介绍。哎呦，我都给忘了。
啊，这个李四也是侦察兵，这俩小季、费四炮兵，从小跟我一块长大。我操，合着都是当兵的。嗯，这个呢，胖乎乎这位，这个孙大伟，哎呦，这位，瞧我记性，光顾着喝酒了，都忘了介绍了。这是我一兄弟，叫李武。洪明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蹭酒喝了。既然都来了，那咱们就都是兄弟。哎，别见外，别忙着喝。这位斯斯文文的弟兄你还没介绍呢。申爷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被他这个外表给蒙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他可是世家。我操，是吗？那是玩音乐的世家呀，还是玩书法的世家？戏，流氓世家。要说他们家最牛逼的，应该算是他爷爷了。那家伙他爷爷可是我们周边几个是响当当的土匪头子，人称外号镇东阳。我操，哎，他爷爷那个时候去警察公署要人，只见张悦他爷爷走到警察公署里边，张口就骂，我操你们妈的，赶紧把我兄弟给我放出来，不然老子他妈一把火烧了你们警察公署。只见这时候几十个警察乌拉就把他爷围住了，双方立马开战，当当当互射几十枪，当时有三个警察是两死一伤。那咱爷爷呢？咱爷爷啊，毫发无伤。我操，那是前辈呀！我操，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几个，这要是到了战场上，以一敌百，砍瓜切菜一样。来，兄弟，单敬你一个啊！我干了啊！干了。哎，申爷。干快了，我要说完下边的故事，你这瓶酒都得干了。你说呗，我他妈说干我还就干了。要说张悦他家呀，最牛逼的还不算是他爷爷，那得算是张悦他老爹。他爸呀是真他妈牛逼，上回他妈红卫兵去他家抄家，40多个红卫兵，又他妈武装带，又他妈角铁，又你妈逼他妈大扁刀，去就你妈抄家，你看他爸全他妈给撂那儿了。我来说，这个据当时到张悦他们家执行任务的一个红卫兵讲啊，具体任务具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，当时呢这帮红卫兵走到张悦他们家，只见一个骨瘦嶙峋的大汉啊，这个骨瘦程度就跟这小季同志差不多哈。这个进到张悦他们家院之后啊，只见这个大汉噌就窜到了房上，手拿两个大扁担，浑身赤条条，只穿着一个红色的小裤衩。我操，红色的，多小！当时几个女红卫兵都看傻了，他哪儿见过这阵势啊？眼巴巴的看着，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啊，全把撤出去了。我操，不战而胜，这他妈最高境界是吧？真是世家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张悦他爸40多个红卫兵当时就冲张悦他爸给围住了，我操，张悦他爸一下一个全给他们卸了。只见张悦他爸从房上嗖就窜到了地上，手拿着大扁担开始跟他们开战。我跟你说，当时他爸爸是完全不躲不闪的，哎，裤衩都打了。真的，哎，就那玩意儿，当下那玩意儿还在那晃晃悠悠的。有，你们俩找谁呀？这他妈不是那天找去哭的那个狗吗？有事说事啊，没事滚蛋。你他妈会说话吗？你大爷！我从出生到现在就这么说话，有事没事跟我你找我呢吧？我操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大哥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傻逼！我操！哎，别动！
别影响咱们喝酒。坐，别理他。哎，你可别怕，那我大哥不会放过你，要等他们拍电影了吧你？操你大爷的，他妈全是这词儿。哎，这孙子，他陆伟的人。我跟你说，最近这个陆伟的铁路帮啊，鸡巴确实挺横的，到处呜呜喳喳、哔哔哗哗的，到处招摇，真的。陆伟算个鸡巴呀，把爷爷我惹急了，我张弄死他。陆伟呀、啊，见过几次，他兄弟多呀，成天成群结队出来混，从来他妈不落单，手下还有他妈几个打架真是不要命的。人人都只有一条命，谁比谁多呀？没错，来。小弟呢，今儿是初来乍到。说实话，战场上我是出生入死，不怕死的我见得多了。可像今儿个聚这么齐的，没有一个半怂的，是他妈头一回。来，我呀、啊，干了啊！哎，等，哥几个，我提个建议怎么样啊？你说我们今天兄弟几个在一起多开心呢？不如我们结为兄弟，你看咋样啊？啊，以后兄弟哥几个在一起，还鸡怕贼呀？对呀、啊，我看行。行，咱们今天喝完这杯酒，大伙儿就是兄弟了啊！来吧，好，干！天地为证，今我八人结为兄弟，从今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同入刀山，共入火海，有仇同报，患难扶持，有酒同喝，有肉同吃，同心协力，永不背叛，生死相托，吉凶相照，情同手足，生死不渝，不成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结拜的这一刻，这八个人不会想到未来的他们会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后来也有人说，就在这一刻，本市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、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。给李丽带个话吗？什么话？我笑。好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我走了。我走了。怎么走路呢？他妈踩着我脚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没看见。小逼子啊！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家里有大人吗？他妈一张嘴怎么满嘴脏话呢？大家说话就不干净，快走开！等会儿，跟谁说话呢？
打他了啊！打他！够他妈我敲的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你看长这造型，告诉给他们也道歉，都是给你家脸，知道吗？骂两句还上脸了，脸还绿了，是苦胆破了吧？啊！妈逼上医院了，别跟着一会儿李安的，等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呦我去！我去啊！去！去！打我！超人来了！你们哪儿的呀？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。二师兄吧。二师兄。傻逼猪八戒吧！这长得造型，来，你这个真再他妈说一句，我。这是八兄弟结拜以后的第一次硬仗，一方是以训练有素的退伍兵为主体的赵家军，一方是在东郊称霸多年的二虎流氓团伙。